大中华新闻，好新闻，继续来看这鹿港篮球委员会举办的鹿港月光杯三对三斗牛比赛哦，吸引160队500多名甲伊拍篮球运动的民众来报名。这主办单位嘛希望借此培养民众正常的休闲活动，拍出健康的青春活力。篮球锦标赛报名队伍踊跃上场，比球机活力十足。鹿港篮委会哈举办这个月光杯三对三的斗牛赛哈，今年迈入第15个年头了。从当初的80-90队哈，100多队，到今年的160队哈，这个成长很大了。对地方的青少年的活动哈，鹿港篮委会继续举办下去，感谢各位同学以及地方人士的支持与付出。主办单位也希望透过比赛鼓励更加多爱打篮球的选手，透过篮球来培养运动的好习惯。很棒啊，很多高手都会来参加。篮球运动一直都是青少年朋友上佳意的运动。就由这场的竞赛，和大家聚集做伙，以球会友，感受因的青春活力，以及伫咧球场顶面争取表现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、陆港采访报道。